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真的是一气呵成，真的太棒了！
到这个红色的狮子哦，他可是现在台湾的台湾冠军，也拿过世界冠军哦，所以大家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大家看到这个队伍哦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台湾世界冠军的狮队来到龙潭大狮表演哦。现在很害怕，在思考怎么过去，对，还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。非常的害怕，好奇水中那个是谁，他在照镜子吗？看到他的同胞姐妹们吗？照在这个水影有一个倒影，会影响到它上面的人在跳的过程中，所以呢，它非常的谨慎，非常的小心。慢慢来，我们等一下马上拿太阳眼镜来给你戴，不要紧张。哎，谢谢你好，真是可爱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在思考你要怎么过去，你要怎样跑，我放一台电子计算机给你算好不好？你这样子我们有人想未来都很紧张耶，他说我想去保护你，我说没关系，我们这是 No.1 冠军的团体，一定会有最高水准的表演，就慢慢的看咯。女加班报告啊，女加班报告。